2020要来了吗？俄罗斯军事杂志给出预测。时至今日，我国空军尾号20的战机队列中，已集齐了歼击机、直升机、运输机三个主要机种，唯有最能破除当前紧张局势的轰炸机还未现身我国国防大舞台。并且我们看到的是，轰六家族持续壮大，已形成完备战力，虽能携带多达7枚鹰击12反舰导弹，对航母构成致命威胁，但由于不具备隐身性，而难以在现代化的战场上占据有利地形，很有可能在发动攻势之前就被敌方雷达发现，从而反舰失败。文章中提及，目前世界上对于大型战略轰炸机的研发，在资源技术的角度来说，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都能够加以尝试。中国一度想研发类似于俄罗斯图160或美国 B1 这样的超音速轰炸机，但苦于关键技术难题尚未解决。至今，现代化的防空导弹系统又使得单纯的超音速战机突防能力大打折扣，再研制超音速轰炸机显然已经不香了。于是中国开始将目光转向当前更新技术的代表隐身轰炸机 B2 与 B21。 然而2020年已经大半，还没有轰20的身影，这就说明研发进程还未结束，距离开始建造还有一段时间。但基于我国对隐身战机的研发经验，如与 F2 平起平坐的歼20，以及将在2021年完成研制的与 B2 外形相仿的彩虹7无人轰炸机，这些都能证明我国拥有相关领域的出色设计团队和完备测试技术。珠海航展上的彩虹7还有可能出口外销，这也表明我国的隐身战机技术在国际上占据一定优势。军事平等杂志文章预测，轰20将在今年结束之前完成首飞，并于2025年实现量产。目前轰20所遇到的技术问题，可能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发动机问题。从目前现有的资源来看，轰20能够使用的发动机有俄罗斯的 D30KP2 以及中国的涡扇18。从使用参数分析，四台涡扇18能够支撑近200吨的起飞重量，巡航速度达0.8马赫，而其中轰20的有效载荷，据 CCTV 一节目分析，可能超过45吨。也有网评认为，估计载荷量在33吨左右，作战半径在5000公里内。另有分析指出，轰20的研发是为尽早对我国第二岛链上存在的威胁进行战略部署，具备陆地直飞打击能力的同时，配备空射弹道导弹技术并搭载核武器，最终成为核打击战略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。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，中俄美三国的新型轰炸机都在研制的路上，其中美国经验丰富， B21 的首飞与量产可能走在最前头，而俄罗斯的 PAKDA 前景最为不可预测，研发和部署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国防预算。